世界不过是台机器，日夜不停地计算，模拟出各种数据。然而就是这些数据，让无数人趋之若鹜。说起来，他们也道理。老大，你怎么还有心思看这些？生命科技已经开始。嘿，听格莫瑞说，你很厉害。休想靠近管理员！看来深空之眼的客人遇到麻烦了。在贫民窟建厂给你们工作机会，是不是让你觉得我太看得起你们了？别想对梵天老大动手。可惜总有自以为是的家伙，贪婪的无可救药，不知死亡。那么礼尚往来，加尔更讲究这个。哎呀呀，似乎有些闹大，不该知道的事情还请你们忘掉。不好意思，没控制好力道。今天的事情要保密。让我再自我介绍一次吗？我是迷楼眼的创立者梵天。到此为止了，接好了。是时候宣告终焉。森罗万象皆有终焉，如此易碎，三千界的残响连灰都不会剩下。加里姐登场，管理员有没有想我呢？放心，说好了要罩着你吧。老大，拜托了，这样就结束了。只有这种程度吗？接好了。是时候宣告终焉。如此易碎，三千界的残响连灰都不会剩下。你是在意其他东西？那就凑近点仔细看吧。怎么样，看清楚了吗？天路梦影，林真，您还想知道什么呢？嗷，在下一波下军之怪侠，暗玉金鱼，是也。马上就要下班了。这几天林玉不在，晚上有空的话来家里一起吃饭吧。